哎呦，小玉你没事吧？嗯。我回我娘家一趟，你自己一个人在家做饭吃。回娘家？那你是不是要多玩几天？你是巴不得我去多玩几天，你好去钓鱼是吧？没有，我是怕你去久了不习惯。 哎，兄弟，我老婆回娘家了。妹，吃饭了没有？姐，你回来了，姐夫呢？姐夫怎么没和你一起？我没让他来，让他在家好好钓几条鱼。你就这样惯着他，一天天无所事事的。你姐夫这段时间太累了，让他放松一下。那行吧，姐，我们上楼吃饭。好。小玉，你回来啦。 哎，姑姑，你来啦！你回来的真好，正好给你去店里买点东西。好，那我去丢下垃圾，你等我一下。 老弟，等一下我们交够500就回家。好。喂，阿明，你在干嘛呢？我和老弟正在钓鱼呢。那你吃饭了没有？吃了，我和老弟烤了烤鱼。好了，今天那个鱼口好，先挂了啊。